来，张强。哎，你忙了。来，阿文带你来，七宝爷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要求你，这个大。我对你话不？虾仁啊，是虾仁，不是虾子啊。我不晓得 Andy 耶，哥。不是虾子啊，是虾仁啊。来 ，Andy， 几呢？五厘呢？来 ，Andy。Harry， 虾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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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掉最后一位？沙巴卖掉了，顶多了。卖完了，卖掉，我在那边投了。我想把它卖掉了。火啊！我进来火都火啊！来，有要吃阿爸万的菜阿妹，阿妹哦，来，各别吃，来别，来鸡啊来，黄金鸡肉。你好。这也是全鸡哦，我们现在卖的都是全鸡哦，灰熊牛肉价。哎，救梦姐，这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咱的黄金鸡个几只？无阿嘛吼，来，还是要放放道理。那是早起是。哎，帮他拿两个，快点。兄弟们，那个秘密哥，秘密哥来帮我接。那个秘密饮料，秘密补血饮料，你要不要来一瓶 ？OK。OK， 来来两瓶，先记账啊，秘密哥，谢谢你。哇，来。哦、oh.。好来，干姐。我大呼喊耶！提醒你粉丝哎。来，粉丝说你不要想一百，我来想一百啦。来，叫黄金鸡的来。啊，这嘛是两只啦哈。来，这两杯酒，杯三百。全鸡只要我来两百块。两百块。黄金鲍鱼鸡来两百块来。来两百。加两只，不要加老哦。今天鲍鱼不要加老。来黄金鸡冷巴来，那是八万的吗？一只两百哦，加热就好了，这已经是熟的了哦。一个整天，小黄须阿卡瓜水，阿卡瓜蛤蟆都会出货，一个搞多少单？来，来一只给我。好。黄金鲍鱼鸡最好几只？阿伯伯给呀。阿伯伯给。冷巴弄完了。来红包啊。别别别！还哪趴拢我啊？这里有，这不一样的、啊、大姐。二、啊、来啊，我拢玩啊，来，我把给看阿杰要搁几只啦。来，喂，阿爸玩，我跑现在没有王中煌这个人，现在都叫帅成武了。无啦，人伊无点啦。无啦，你问伊看有点无？这麻烦哦，我哩。来，要吃阿爸丸哪会来？应该是全部几包哦。黄小明你好。切啊，这个大便十五包，好小恐怖。超好吃的阿爸丸，免两包。一人一份，收到大我无啰嗦啊哈，要几份爱紧讲，快快来，来一百块我来。超级好吃，煮汤煮火锅都可以。来，一百块阿爸丸。我都卖你一百呢，都唔卖，我卖你两百，当然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来，好嘞，老板，干嘛这啦，这啊，不会啊，好啦，收啊，你家收啊，伊个 A 啊，这啦，阿亮，你赔得不完呢，收啊，有啦，总共有五包啊，白糖冰哦，白糖冰给我，五百一定是冷的。来五百十钱，几分鸟？拢几分鸟？来，谢谢。来个五百的哈。来个几个五百来。来上来，我来大哥来，那里14个，14个人买来。14个。有了哈。再一个，阿爸玩阿伯伯，一百空，个几个人来，个几包，来好来，你说。二，来三包拢可以，一个多吃一斤当，一斤当，每人两包的烧烧。15个。有啊，有啊。最好钱，但希望那个最好钱，我给哪去收啊收啊？我来给我的妈！从今天我来上班的啦，另外在那最好钱的。好，来，阿哥不要一下，降低吧，阿哥降低吧。还有吗？来啦，我讲今天我小龙虾不是在镜头里呢。还要跟后面讲。何价呢？真的有瘦吗？我等一下问他。小龙虾他不是来游览，我等一下问他。金明波黑啊，黑啊，你要不要吃？哦，麻烦你啊。
啊，要吃小龙虾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小龙虾，五百。好了好了，帮我们按赞按到200个，快点快点，差46个，快点按按下去，按到200个。来，一天500，一天400，别吃较紧的，无几块啊，可能10块啊，这来别一块来300块咯，300块来小龙虾，300。要买的讲买好喝。谢谢谢谢。来小。来，一千块，来，最后一个咯，我这里来，OK啊，好啊，先等我钱哈，大哥，来一千来，我先帮他关，来，帮你啦，帮你啦，来，最后一个，来，收了，哇，好灵活的手脚啊，来，一千块，不然也可以关，来，关了，关了，来，你这个选客户哦，太神奇了。
今天今天搞外面的，那个茶砖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是吧？先处理啊，水都来了，包回来，记得弄点。你包了水喝？哎呀，慢点啊，没有。哦，好，那先包回来。4份多少啦？2份。两份有啦，安尼大看够有无？好大啦，然后变啦。我看一下。哇！哇！哇！呼！来呵，把你们吓醒，怕你们睡着。来呀来呀来呀，我来呀。林一中，你多说一点，你多说一点，他到时候就会减肥了。来，几百箱的，几百五的人过来，谢谢。今天的货，下午的货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今天下午的货本来就比较少吧。这边也来会几百，来换同锅换三倍来，来啊，这是黑啊，来大哥来开始。来，虾子好了，虾子好了，海贝蟹好了啊！来，有买蟹啊，爱看哦。来，看你后买三回，你就爱看。喂，你蛮多爱看，看到无面，家己这边都无看呢。这样你也有意见？三分的哦，对分。喂，就是这样子。几分的像诶？几分的像诶？我等下吼大声一点，我等下都被人家说我在干嘛。没钱吗？小香肠的。来，各位跟微打。跟微微打声招呼，她是一个大美女哦，眼睛大，身形好，有气质，又有两个可爱的小女人，哦，人生胜利组，三个而已哦，老公又帅，不用1800了，来我爸包，我阿婆一人啊，三个人给你啊，来我爸包来。三个而已，赶快拿钱，快，一人来，快，这样就没了。对，没有啦。如果刚才已经卖很多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微好谦虚哦。来，你个手高把头，手高把头。来，阿伯伯来上面。来，好，哪一位？啊，已经收起啊，姐姐你没有买到？我有没有买到？哎呀，这么贵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哪有？我来请我啦，像个伟人来，这条够伟人，你多请啊，我是光捡一条。这个是五位啦，来姐姐来哟。安尼就不走啊，大哥，谢谢哈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前面的姐姐来，来，先给你。二来，我爸过来，要你细点啊，拜我好嘞，拜我者来啊。谢谢。170啦，两条170就好了，老板不要怕，这今天都短条，你帮我背背 ，OK 啊。谢谢你，来谢谢。来，要不要对人上？进来，来，来，请把了。到不了的。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有没有要吃意大利面 ？Spaghetti。两包呀，来70块，赶快。再来几包。来，请。来，几包过来，请那边，他包了我的意大利面，红酱哦，红酱哦。啊，大姐，你帮他服务啊，你人太好了。他电话上几瓶香米哦，你忙上啊。来，请光满的八方几人给来上面讲小香肠诶。下午那么好睡，你就让他们好好睡觉，你就硬要他们聊天。不啦，我先出来，叫他起来，这出手较紧诶，这种天气，来拍摄啊，看好看叫卖就是睡觉的时候啊。脆皮小香肠，怎么叫？马上叫出来。没人吧？一个炸火鸟啊！一只好吃的，开八五，来一百六，100块，脆皮小肠，香肠，来谢谢，上来这边，来，我乌鸦，我乌鸦，客气的，客气的，来，15条，不是200哦，100块，真正好吃的哦，应该是当收十个呢，吼，不客气的，来一百块嘞，100块，脆皮小香肠100，阿卡都有一口吃。因为他一直笑啊，他常笑。你把我多少五百？他常笑，余额就会变多了。左边收钱。他帮我讲解啊，没有。你这个不是餐馆，所以你们莫忘啊，爱莫你，你讲五的五。七个来，最后三个来，先整个请包捶捶，准请包你。来，最后三个人给，拢我领了。请包过来，脆皮小香肠来，大哥来。哎呀。里面的名啊，对吧？对吧？
这样了吗？你不要笑啊！好听，对啊，姐姐。哦，你看清楚，我一装看，看在意耶。你这样讲，他会伤心。这姐姐没这样讲，帅成我会伤心。就姐姐人配不好，十五条，大哥，当时家里就有被人混了。有几位啊？啊，无我明仔载看，去你挂啦，看你财神来。来，十个人去写十五条来。安尼收几个啊？九位嘛吼。来，来，还有剩一个哦。你后尾小香肠还把我讲哦。来，我拢给这边我的嘛。我无后边包边个来，田园虾饼爽风的哦。好，小姐。好好。Q 钢的虾饼哦。我以前爱米的啊。虾饼啊，来，免两包。爸爸没人包，好像没人包，没人买，只拿免费券，免六片八十块。爸爸，来七八块来，一百块，田园虾饼买七八。当然。我不会吧，请给账。来小卷啊，买买几千。来五百块，我来小卷，五百块来。来姐姐要来小卷五百来，金价水源啊，好哥哥啊。来五百块得，五百块来五百，来来弄啊弄，不给不给你丢卡，我这个别得。来，各位阿哥要吃啥？来，我爸哥了，要吃小卷无？超漂亮的小卷，先坐一点一点来，我爸哥的，来这边哦，来我爸哥的，弄完了啊，大姐，你冰冰冰来做掉啊！来，好，阿哥要吃啥？耶、yeah ，鲑鱼，好来，来鲑鱼头了，给带做布啊！鲑鱼马窝，熊火马窝来，要吃鲑鱼头的举手，超大颗的，麻烦你点啊，别吃啊，没我爸。你要别过，哦，这边怎么都有，吃啊！这几天，这几天无，还等两三百哦。来，下个请你，哦，今天保天天给他一道。我等我真真的。我手脏闹掉啊！是的啊，是的。来吃这个。你看，我看拢无啦。啊，无你等下个，我叫他一道。哦。到来，干嘛是的？来，吃完了嘛。啊，选择性脱臼。来，过一条，过一条。中国啊，阿娘，平安期间做保鲜。四个。来三百块，四个而已啊、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四个我也是要去，今天不会打完。今天的几点？上班两半啊，两半啊收五百了。啊，有人要去打无？有要两块无？两块五百了。我平安期间做保鲜拍水啊。今天真的很大颗，来三八上也来，小曲子才装配，你看多少钱收起来？哦，今天多哦，你看，这我讲免站啦，免啦，你啊贴边哦，菜刀切的就对啦。为什么鱼头爱站，拖拖鱼头爱站，龙胆叫板头爱站，鲑鱼头你免站，来三八，上不关的，来站来再给我买水啊。因为鲑鱼的骨吼是硬，所以免浸，太多切的就对啊。但是爱贴冰冻的，来最后两个三百。你按呢条跟几杯酒，你收几杯水果？我知影，按鲑鱼头，按骨头，有前骨才有鲑。别别别，哎，阿个先生咩？来五百块，能还拢我哩啊？来最后一个五百块鲑头，五百。在那边的三大粒的来五百，来拢来哦，安尼个六七块来做生意。来，看壳，看鲑鲑鱼好。看鲑鱼啊，这。啊，起来。哇，以前锤锤。好来。我现在比较爱漂亮。看鲑鱼过来哦。不用一千的啦，五个客人而已。微微，你在说谁？谁头发白鱼尾纹又多？来看一下，你在说谁？小客人哈，来，我爸。你说谁？不是我哈。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哈。最后一个了，不是一包五百，各位，一起包拿我，两包全康的黄金糖水来，我爸。不笑不，你们这边笑不啊？我不要介绍了，阿德伯克古要笑不？阿布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
灌着嘞，还不是长牌啊？给我。来，我把最后两个让给了。来，阿彪坐那边来，几分钟哦。江龙三年啊，我爸那我又必吹了。拜五块钱给钱包我。微微就是一定会要让我生意必吹。